Money Money Home， 薯片小姐爱吃肉。现在是家长时间了。薯片小姐现在的样子和我刚遇到苹果香和吹溜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早上好，我的薯片小姐，现在是吸收日月精华的好时候了。接下来该寿星切蛋糕了。